工作很累，所以我觉得我要喝一支红酒，就是我没有，这是白酒，然后我觉得一支不够，那不够怎么样？就喝两支，那两支不够怎么样？就死掉啊，死掉就不工作了，对不对？Living this life with a different attitude. Don't flip, don't trip. Keeping up a good mood. Cooking up some good food with my friends in the street. Yeah, people wanna chill. They can come and speak to me. Cause all you gotta do is just. 知道今天是四月一号，星期六，我也约了，可是我还是约了同事们，他们回去公司工作。我也蛮确定这样子是违法的，可是就 I don't care， 就是要他们加班。By the way，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把那个《窗兰诀》都看完了，我就觉得还好。其实公司也很有蛮多同事也有在看的，但是我觉得最好看的还是《陈情令》，因为我觉得很棒的事情就是我在家里不用 VPN 也可以看得到。我最近听Charlotte说他还去看了那个 LMG 的演唱会，然后他回来公司都一直在讲。Local 唇膏好靓仔哦，厉害，唱歌佢都话好好听。然后涂完这个唇膏，我就可以出门了。我今天很简单的妆容就是这样子啦。然后这个是我最常吃的，就是那个金盏花，还有美好莓果。让大家简单看一下我今天的 OOTD。我突然发现我忘记把这个摘下来了，大家等我一下哦。好了，已经搞定了。好，我今天介绍一下我的 OOTD 吧。那个上衣呢是 GU 的上衣，然后我是昨天下班的时候去买的，然后我很喜欢，因为对，就很喜欢，你管我。好，然后这双牛仔裤呢我也很喜欢，因为是新的，所以我觉得它就是 New Jeans。 对，我已经迟到五个小时。就这样，拜拜。잠깐만 아, 아니야떠오른그말공채라라라라라过期了 fuck 그말을本来呢，我就已经快要出去上班了，可是就很想要喝咖啡 ，hence 我刚刚就冲了一杯咖啡。然后我想说，已经晚了五个多小时，也不差那半个小时。说实话，我刚收到的时候还真的以为是一只手表，是护肤品。我用完再告诉你们好不好用哈。大家最期待的橘色的在。我真的以为是爱马仕，可是就没我的事。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吗？买这个牌子你是不用配货的。收到我很爱的 Shiseido 的礼物，谢谢 Shiseido。 这什么东西？很像酱油瓶，先用一下才知道好不好用，我再告诉你们哦。最后最后最后，本地的品牌，我超爱这个品牌，小糖菜。然后那个颜色呢，应该都是比较refreshing 的颜色，我觉得很容易搭配，这跟我的衣服都很容易搭配。对，因为我喜欢大地湿系的，所以这个赞赞的。好，然后因为其实我来了香港也差不多五年的时间了嘛，然后我有在想着常常收 PR 的礼物，我觉得这很开心，可是我也想送礼物给你们，所以我决定呢是把我影片里面提过的产品都送给大家。所以第一个我会送给大家的都是这个 Chanel Classic Flap 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它是很实用，可是我也想别人去拥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会把这个送给我最喜欢的 PR 朋友们。然后 PR 的朋友说出你的品牌，然后在下面留言，然后就说一句你觉得我最机车的部分，然后我觉得我真的很机车的话，我就把这个送给你们哦。再送两个，好，你们太幸运了吧，大家 PR 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会把这个露微微露微微跟这个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都送给大家，很厉害，很猛，我立马爆炸。开玩笑啦，包包自己买啦，你们可以的，再加班几天就可以了。好，咁我今晚就要煮呢个啱啱开箱咗嘅小糖菜啦，咁我就特别中意呢一棵菜嘅。这棵菜真是特别靓，我都真的挺喜欢它。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Et entre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suis la cause.我哋有個同事咧 ，Keith， 咁佢就係一個 foodie 嚟噶啦。咁佢嘅 Keith doesn't share food， 就成日都會 share 啲好嘢。咁我今日煮韓國菜，我就有啲 inspiration 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呢一個 post 啦，就係本家啦。咁我諗我同佢都煮得差唔多嘅，其實 OK 嘅。今日咧就想煮呢個辛辣麵啦，同埋都想飲下呢個燒酒啦。咁其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琴日咧就同 Ian 有少少嘅爭執，咁就有啲唔係太好咯，心情唔係太開心。咁所以我就決定一路食呢個麵，睇住我最中意嘅 YouTuber， 咁就係啦 ，enjoy， 이따다기마스，是채먹겠습니다，채먹겠습니다。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머리를빗는이빗소리밖에비가오나봐들리는비방울들이땅에떨어지는소리전해지는전진고대체뭐야너는비법이넌너이대로조금만조금만더뭐이렇게바래조금만이제는어디가在那條片那裡你是咯，即係三分零五十三點七秒嗰度咧，你 cut 一 cut 嗰度係咯。喂 ，Boris， 那個影片呢？你還有多久啊？不可以，客户在等，可以麻煩你快一點嗎？还是你发给我，我帮你剪啊。喂，系，嗰个我哋要多少少时间啊。我睇下，我半个钟后俾个 first cut 你啊。系，啊，我知道，但系我哋要多少少时间。帮我按摩唔该。帮你斟杯先。辛苦了。接下来有没有麻烦你？先趴，跟你 cheers 了。你先喝。经理啊，喝回来。啊，好。好，那我们今天会先讨论今年我们的旅行去哪。你们先放尊重好吗？那我们今年旅行的就会去这个马尔代夫。那台湾那边就说 Rob 不会制作我们的，不过不要担心，我请大家去。另外一个我们就是在讨论这年的 Work from Home， 我们想加到这个由一天加到五天。哎 ，OK。